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 Lilian， 来自于台湾。我叫 Lilian， 是来自台湾。我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。我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。爸爸是职业军人。爸爸是职业军人。妈妈是一位有 一技之长的美发师。妈妈是一个有一技之长的美发型师。爸爸个性很刚强正直。爸爸的个性很刚强正直。严肃少言。严肃很少讲嘢。而且又是职业军人出身的。而且又是因为是职业军人出身，凡事都要求很高，照规矩。凡事要求好高，要照规矩。而妈妈呢，生性开朗，人缘很好。妈妈呢，生性开朗，人缘好好。但唯独跟父亲的要求呢，她常常逆来顺受。但对于父亲的要求呢，成日都系逆来顺受。而且长期的沟通有障碍。成日都长期咧沟通有障碍。小时候我常常看到母亲深夜里独自落泪。我成日咧细个时见到阿妈妈咧深夜嘅时候独自落泪。妈妈很拼命地赚钱。妈妈好拼命咁赚钱。白天从事美发工作。日头咧就去做发型师啦。晚上呢又接很多的家庭代工。夜晚又接好多嘅家庭啲代工。常常忙到半夜。成日都忙到半夜。又要忙于家务照顾我们三姐妹。又要忙于家务咧照顾我哋三姐妹。所以我从小就认为，虽然我自己是女生。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咧，虽然我系女仔，但是不能输给男生。但我唔可以输俾啲男人，甚至要比男生更强，甚至要强过啲男性。因此造就我刚强的个性。所以我个性好刚强，我凡事不服输，我乜嘢都唔服输，更不认输，我亦都唔会认输。真不知道这样子的性格，我就唔知道原来咁样嘅性格影响我深远。影响我好深，甚至造成婚姻生活的障碍，甚至咧造成我婚姻生活嘅障碍。学校毕业二十一岁的我，我二十一岁学校毕业，已经开始做生意，已经开始做生意。我感谢主，我感谢主。我的打拼努力一直有很好的成绩，我嘅拼命啦努力啦有好好嘅成绩。而且在同年我认识了我的前夫，我喺同年嘅时候咧认识咗我嘅前夫。交往第二年，他因为投资失败。我拍拖第二年，因为他投资失败，亏损了1400万的台币。他就蚀了1400万台币。而当时的我虽然 有一些小额的储蓄，当时的我虽然有一些储蓄，而且生意成绩都很不错，而且我们的生意都非常不错，我就开始帮他还债，我就开始帮他还钱。内心一直有一种认为，我内心有一个认为，帮他还清债务呢，会得到更多的疼爱跟珍惜。我一帮他还晒钱呢，我就会得到他更多的痛爱和珍惜。但久而久之，我帮他偿还这些债务变成理所当然。慢慢呢，我帮他还钱好像变成理所当然。更感，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预期的盼望。我都没感觉到预期的盼望。于是我内心的矛盾跟冲突。所以我内心有矛盾和冲突，跟我的丈夫的感情就面临的破裂。我就和我丈夫的感情破裂，甚至换来的暴力相向，甚至他用暴力对我，让我开始对人更不信任。我开始对人更加不信任，而且个性变得很毛躁很骄傲。我的个性变得很急躁很骄傲。而且在那时也为了事业婚姻，我开始求神问卜。我亦都因为为咗事业啦、婚姻，我都去求神问卜。我大小公庙都去拜，我乜嘢庙都去拜。但是越求越不平安，但系越求越唔平安。最后我赔上了婚姻，最后我赔上我嘅婚姻，我离婚收场，我离婚收场。可是当时我已经帮夫家还了1000多万的债，但系当时我帮咗我老公还咗1000几万嘅债，所以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怨恨跟苦毒，所以我里面咧好多嘅怨恨苦毒。由于我从小到大对父母都报喜不报忧，因为我一向咧同我爸爸妈妈都系报喜不报忧。所以我将我所有的苦难啊、挫折都自己扛。所以我将所有的苦难、挫折都自己孭上身。我离婚后，女儿跟我。我离咗婚之后，个女跟我。我为了生活，我为咗生活，我到夜市去摆地摊。我去夜市咧摆地摊。我开货车送货。我开货车送货。我生活的忙碌，甚至从来没有帮女儿准备过晚早餐。我咧忙到咧，从来冇帮我个女咧整早餐。我记得离婚的后一年。我记得我离婚之后一年，我女儿当时8岁，当时我个女八岁，她同言同语的对我说，佢咧就好好彻头彻尾同我讲，她说妈妈，妈妈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日子有这么多的困难，
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日子有这么多的困难，因为上帝认为我们太幸福了，因为上帝认为我们太幸福了，他应该要给我们一点考验，他要给我们一些考验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会永远都陪你，我会永远都陪着你。我听完我泪流满面，我听完之后我泪流满面，但是我心中有了盼望，但我心中有盼望，我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的爱，我是第一次感受到神的爱。当时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，当时我心里面有个声音，上帝为我关了一道门，上帝为我闩了一道门，一定会为我开一扇窗，会为我开一扇窗。隔年我的好朋友 Eric， 隔一年我的好朋友 Eric， 他介绍一份收入很不错的工作，他介绍一份收入挺好的工作，但是要到香港，但是要来到香港。当时我很挣扎，当时我很挣扎，我跟父母商量后，我跟我父母商量之后，我决定前往香港，我决定来香港，但我最不舍的是女儿，但我最不舍得我的女儿，我直到现在都忘不了，我到现在都忘记不到。每当我要返回香港离开家时，每当我要回香港离开我家的时候，我女儿趴在玻璃门前，我的女儿就趴在玻璃门前面，她一直敲打着玻璃，一直这样打个玻璃，她呼喊着妈妈不要走，妈妈不要走，她一直喊着妈妈不要走啊，妈妈不要走啊，她哭得泪汪汪，她就整面眼泪。我每一次这一幕幕的离别，每一次这个的离别，我都刻在脑海里，我都刻在我脑海，但是我内心有再多的不舍，但是我内心再多的不舍得，我还是转身离开，我都是转身离开，我忍住那悲伤，我忍住我的悲伤，我心里面想现在已经是单亲妈妈了，我心里头想啊，我已经是单亲妈妈了，我父母亲都上了年纪，我爸爸妈妈又上年纪，我女儿还小，我的女儿这么小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了，再没人帮到我了，我人生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，我人生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，我要忍耐，我要撑住，我要忍耐，我要顶住，但是我内心有很多的怨恨、苦毒、不满、怀疑。我内心有好多苦毒、埋怨、怀疑。我自怜，我种种的这些软弱。我自怜好多嘅软弱。我一直用我自己的意志力在撑。我一向用我嘅意志力嚟到撑住。可是我不知道这些软弱也影响了我的女儿。我都谂唔到，原来我啲软弱都影响我个女。在她的成长过程中，喺佢嘅成长过程里面，几乎没有父母亲的陪伴，冇任何父母嘅陪伴，而隔代教养所产生的问题，而隔代教养所产生的问题，让我与我女儿的代沟越来越大，让我和我的女儿的代沟越来越大。我开始害怕每晚跟她沟通电话，我每一晚开始很害怕跟她通电话，因为电话中的两人不是吵架大骂，因为我们不是吵架大闹，就是一起哭，就是一起哭。那是我心中有很多的无助，我的心有很多的无助，我好痛苦，我好痛苦，可是我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但我只可以靠我自己的能力，意志力撑下去，我的意志力撑下去，心中有很多的不甘心，我内心很多的不甘心。为什么从小到大，为什么从小到大我这么努力打拼奋斗过日子，我这么努力去打拼奋斗过日子，我自认为我自己很优秀，我认为我很优秀，更是从来不伤害别人的好人，我都没伤害过别人的好人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，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呢？我心中没有盼望，我心里头没有盼望，我不知道我还能盼望什么，我不知道我还可以盼望什么。而在工作中还有生活中，在工作和生活里面，我用了更多的刚强骄傲，我用了更多的刚强骄傲来掩饰我的软弱，去掩饰我的软弱，可是我很不快乐，但我非常不快乐，虽然我拥有了财富，虽然我拥有财富，但是我快乐不起来，但我没办法之快乐起来。直到我香港的好朋友 Andy， 直到我香港好朋友 Andy， 他跟我分享信主后的生命的翻转奇迹，他跟我分享他信主之后生命的翻转奇迹，或许是神的呼召，或者是神的呼召，竟兴起我去教会的念头，令我有兴起去回教会的念头。于是我在2010年4月25号，所以我在2010年4月25号，我第一次来到教会，我第一次来到教会，就是6110两堂，就是6110两堂。从一进教会，我踏进教会，我开始敬拜，我开始敬拜，我就泪流满面，我就泪流满面。电视墙上诗歌的每一字句，电视墙上的每一句字句，都深触我心，都深触我心。我眼泪止不住，我的眼泪止不住。无论是见证牧师讲道，无论是见证牧师讲道，我的心一直都很澎湃不已，我的心非常澎湃。就这样连续三个星期的主日崇拜，连续三个星期的主日崇拜，我都感动不已，我都非常感动。尤其是其中有一日的主日，尤其其中有一个主日，我听到牧师讲到罗马书第五章，我听到牧师讲罗马书第五章，就是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，在患难中都要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因为知道忍耐生老练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老练生老练生盼望，
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老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为神的爱已经借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。因为神的爱已经藉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。我心里呐喊，我心里头呐喊，神啊神啊，神啊神啊，是你在对我说话吗？是你同我讲嘢吗？我这一路走来，我所经历的苦难跟磨练，我一路行呢啲嘅磨练同埋苦难，都是你安排的吗？都系你安排嘅咩？你是要我更茁壮坚强？系咪让我更茁壮刚强？要让我对你有盼望吗？系让我对你有盼望吗？你深深地告诉我，你咁样够话俾我听，孩子不要怕，孩子唔好惊，只要信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其实我内心借着牧师的讲道，我真的有了盼望。我内心藉着牧师的讲道，我真的有了盼望。我更幸运的，我在5月21号。我更幸运的，在5月21号。我参加了小组。我参加了小组。我在小组长 Sherry 的家里面。我在小组长 Sherry 的家里面。我决志信主。我决志信主。我也在我很感恩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。我感恩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。彼此关心带祷。彼此关心祈祷。小组就像我的避难所。小组好像我的避难。我也在每一周小组的聚会中，我都在每周的小组聚会里面，我完成了苗圃八福的课程，我完成了苗圃八福的课程。神开始对我的生命开始动工，神开始对我生命动工，他修复了我跟女儿之间的代沟，他修复我和我女儿的代沟问题，而且还有因为思念而引起的埋怨，还有因为思念所引起的埋怨。我女儿很喜欢听我为她祷告，我的女儿很喜欢听我为她祷告，神也大大的感动她，神大大的感动她，使她懂得体贴，使佢识得嘅去体贴。他原本他原本就是班上的开心果，佢本来就系班上嘅开心果。他凡事发欢喜面对，佢每一件事都开心面对。他甚至跟同学传福音，甚至同学咧传福音。现在更以身为天父的子女为荣，而家佢更加咧觉得系天父嘅子女为荣。甚至上个月对我说，上个月同我讲啊，妈妈妈妈，虽然我没有爸爸照顾，虽然我冇爸爸照顾，但是我天父爸爸的天天保守看顾，但我天父爸爸天天都保守看顾。我感谢赞美主，我感谢。赞美主。正当我觉得我灵命在成长的时候，正当我觉得我灵命成长的时候，我一家一切都平安，我家一切都平安，有主保守的同时，有主保守的同时，我又开始追求世界了，我又开始追求世界，我经常两岸三地到处奔波，我常都两岸三地到处奔波，而为了增加事业的版图，我更到了新加坡，为了增加事业的版图，我去了新加坡。但我也把新加坡的同事都带入了 GK611， 但我都将新加坡的同事都带回去 GK611。 新加坡的业绩一路成长，新加坡的业绩一路成长，但我又开始骄傲了，但我又开始骄傲了，我又习惯性的依靠自己的才能经验，我又习惯性的依靠自己才能和经验，势力去追求所有事业的成长，也都去追求事业的成长。所以不到一年，所以不到一年，我同事之间开始有了血气的征战，我的同事之间有了一些血气的征战，我迫责不断，我很迫切，我最后精疲力尽，最后呢我很筋疲力尽，而且心里有更多的软弱，我心里头很多的软弱，但神并没有离弃我，但神没有离弃我，他再次的呼召我，他再次呼召我，在今年的五月份，在今年的五月份 GK611 举办了医治释放营， GK611 举办了医治释放营，我们公司全体的主要干部竟然全体都参加，我的全公司呢竟然主要的干部全部呢都去参加，这已经是个成神迹了，这个已经是个神迹了。在营会里，在营会里面，我更领受到父神的慈爱，我更加领受父神的慈爱，他光照我的软弱，他光照我的软弱，他领我出黑暗，他领我出黑暗，他让我深深的更认识神，让我深深更加认识神，他神真的垂听，神真系垂听啊，而且大大的看顾保守我们，而且大大的看顾保守我哋，他不但赐给我们丰富的成绩，唔单止赐俾我哋丰富嘅成绩，但短短的半年，短短嘅半年，成绩高达提升30%以上，我哋嘅业绩咧提升30%以上，他让我拥有极大的平安跟指望，佢让我咧有极大嘅平安同埋指望。今日我在耶稣基督里，我耶稣基督里面。我是新造之人，我是新造的人。他日，孩子，我一定会成为你大大可以使用的器皿。孩子一定会成为你大大可以使用的器皿。我将所有荣耀献给我最爱的上帝。我将我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天上的阿爸父。大家好，我叫金华，是末底个小组的，这位是我太太。感谢神啊！今日
可以跟太太一起讲见证，更加可以一起受浸。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嘅，我五廿几岁人，发梦都估唔到有今日，对住咁多人讲嘢。我屋企有五兄弟姊妹，我最大嘅，就乡下咧就客家地方梅县，好穷嘅。咁啊，我七十年代落嚟香港，嗰阵时屋企咧就需要我照顾，照顾啲细佬妹。揾到錢就全部寄曬翻去，咁你估唔到咧，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咧，對我喺呢度嘅家庭咧，一個好大嘅影響，對我嘅婚姻咧，各方面咧，都好大嘅影響。我唔知道呢個性格對我嘅太太咧。都好大嘅影響。大家好，我係慧紅，我係 Stella 組嘅組員。咁我老公咧係因為佢係最大嘅，咁而係咧我係家中最細嘅一個。咁我咧就唔中意聽佢講嘅嘢，佢講嘅嘢我就唔想佢講。咁咧喺朋友介紹之下咧，我就半年之後我哋兩個就結婚，咁就依家有一個仔一個女。咁結咗婚之後咧，原來我哋兩個性格咧差異真係好大，經常咧就一咪鬧交，一係就冷戰。咁咧佢因為佢係一個性格好內向嘅人，咁咧就經常咧把將心裏邊講嘅説話咧都唔肯講出嚟嘅。咁日子耐咗之後咧，咁就卒之爆發咗出嚟。咁啊有一次咧，我哋鬧交咧，佢就一拳咧就打咗落我個鼻骨嗰度。咁當時咧我就好驚，我就。發夢都估唔到，原來一個咁愛我嘅人咧，竟然喐手打我。開始咧，我就對呢個婚姻就開始有失望嘅感覺。咁後來之後咧，我都原諒咗佢。咁我就不了了之。之後又過咗幾年，咁又有一次咧，咁我哋咧兩個咧又喺度嘈交。嘈交之後咧，佢咧就突然間就攞把刀嚟指住我。咁就我就好驚，咁我就報咗警。咁依一次咧，我就帶住一對仔女咧，就離開依個屋企，咁就去咗庇護中心嗰度住。咁咧就佢咧，我老公咧就到處嚟揾我，咁我就唔聽佢講嘅電話，我唔想聽佢，又唔想見佢，一直咁樣避開咗佢。咁響去年嘅九月咧，咁我就經過咗全新天地。咁啱啱咧六一一咧就響全新天地嗰度咧慶咗一個祝棚節。咁咧好多兄經過嘅時候咧，好多兄弟姊妹咧邀請我入去，咁我都一口拒絕咗。咁之後咧，我又再翻轉頭，又俾一個姊妹咧捉住咗。咁我今次知道走唔得啦。咁佢咧就我就第一句就問佢，我話係咪真係咁靚嘅耶穌？佢就好肯定嘅眼光就望住我，佢話真係噶，真係咁靚噶。咁我就帶住好好奇嘅心。咁佢就你可唔可以你跟我講一句啊？我講一句，你跟我講一句。當時我就跟住佢講，咁嗰啲眼淚就係咁流，係咁流，咁就一句句咁將耶穌就接喺我心裏邊。咁啊完咗之後咧，姊妹就同我講我仲請你食飯。我話嚇請我食飯，做咩要請我食飯？佢係啊，我哋教會請你食飯。咁當時我就帶咗個好好奇嘅心。咁啊，帶埋個女之後咧，就去到彩龍王宮嗰度。咦，好多人，好多張台。咦，真唔係呃人嘅喎。係啊，即係竟然真係請我食飯嘅喎。咁啊，之後咧我就參加咗苗圃百福。咁就第一堂咧就即係覺得好正，好好。咁我就翻去做功課啦，又讀嗰啲神嗰啲經文啦，同埋禱告嗰啲説話。咁啊，到咗第四堂之後咧，佢講饒恕。咁我第一個咧就諗起咗我老公。咁我就第一個就寫咗佢個名落去嗰張紙嗰度。之後咧，我就覺得好似得咗釋放咗，心裏邊咧冇咁大嘅壓力，成個人輕鬆曬。之後我就同屋企人商量，可唔可以再俾多次機會佢咧？咁我當時屋企人都好欣賞，即係都好贊成。咁我就同我啲仔女商量。我仔女就話：好啦，再俾多次機會爸爸啦。咁我就
打电话俾我老公，咁佢接到我电话第一句就对唔住啊，老婆，你翻嚟啦，你翻嚟呢个屋企啦，呢个屋企好需要你。咁然之后咧，我就约佢出嚟倾，面对面咁倾，倾咗之后咧，我就搬翻屋企住。咁当时咧，佢唔知我系翻紧教会嘅。咁有一日咧，苗圃个组长打电话嚟嗌我，佢话苗圃咧已经完结噶啦，邀请我翻去主送。咁我就话好啦。咁我老公听到之后咧，佢话你去边啊？我话我翻教会。佢话吓你翻教会，我又翻。咁我好啊。咁啊，第一日翻到教会之后咧，佢已经主牧师嗌出去，佢已经第一个擒紧车跑出去。咁啊，接受咗耶稣。我从细个到依家，即系嚟六一一以前啦，都冇过任何信仰嘅。我嘅信仰背景系一张白纸嚟嘅啫，乜嘢都冇，冇听过，我净系识得瞓觉嘅啫，冇咩。咁咧，自从听过嚟到六一一以后咧，听过啲耶稣讲咧，对我嘅感觉咧，即系帮助好大嘅，真系好大嘅。谂翻佢以前对太太唔好啊，嗰啲嘢当仔女唔好，翻放工翻到你发脾气啊，喐下手啊打佢啊，呢啲又讲得好内疚，好自责。当我太太肯俾我机会嘅时候，我觉得佢咧同以前都唔一样，都好大嘅改变。因为佢系家中咧，佢喺佢屋企咧又系最细嘅，佢系拉女嚟嘅。平时咧佢又好少听我讲嘢。今年二月咧，我傻下傻下跟住佢翻教会，我就完全唔知嘅啫。教会系咩？我唔知嘅啫。咁咧就一翻到嚟，觉得好吸引咁喎，周围都好虚冚嘅，好多人讲嘢咁样。以前知道喺戏院先望得到嘅情景嘅，啊呢度都会，就唔知道。咁入到嚟坐低。就唱聖歌啊，初初都係自己都係唔知嘅啫，咪跟住換咯，咁咯。咁你一陣間聽到個張牧師、主牧師出嚟講，今日有冇第一次嘅參加教會嘅弟兄咧上台？咁咧我就自己勤勤真真行出去。我話不初初都係好驚噶，唔咩噶。我一出到嚟又第一個，又係張牧師第一個跟住我一頭同我揭字。我覺得樣樣都排第一，我應該唔再排隊，好開心。從此以後咧，我嚟教會咧就嚟一次上兩次，嚟兩次上三次啊！真係好咩，同太太嘅感情啊，各方面翻到屋企啊，都真係好大嘅改善。以前我平時咧，以前咧。即都唔笑嘅，朋友又唔多个，冇咩朋友唔多个。而家翻嚟教会就开心，每次翻嚟开小组会议咧，约埋啲教友咧，一走嚟饮下茶，倾下偈啊，讲下嘢咁样，然后先至咩，都系好值得，好开心嘅嘢。今年九月咧，仲参加个9月份就参加个义工嘅呢个海滨站礼嘅嗰个嘢我个舌头都打晒棘啊，唔识讲嘢。当时因为自己系做义工，本来自己想浸埋嘅，都冇得浸，行开。今日同太太咧一齐受浸，同埋听日咧约咗个神耶稣做我哋嘅证婚人，同立婚约。我当听日系同太太咧，好似感觉咧第二春都冇咁高兴。所以话呢个神啊。这个耶稣啊，是全世界最权威的。
最劲嘅，俾我重拾一个更好嘅婚姻，翻翻转头，比以前更加好，将呢一切都系归功于我哋嘅神。左两句，佢有啲嘢漏咗，你讲讲啲嘢俾老婆听噶喎，系嘛？老婆，你真系全世界最好嘅老婆嚟嘅。你我爱你，你肯俾机会我，先至有今日。当我见到佢哋呢啲故事嘅时候咧，就让我谂起咧一个圣经嘅故事。喺呢个圣经里边咧，亦都记载咗咧有一个嘅人，佢嘅人生咧好似咧我哋今日讲见证嘅呢几位朋友一样，喺佢嘅生命里边咧，亦都系走下走下咧遇到一个好大嘅困难，而呢个困难咧甚至去到一个地步，佢认为佢嘅人生冇办法再走落去。而佢亦都系因为喺呢个人生嘅困难里边遇见耶稣，整个人生就被翻转啦。我哋冇一齐咧嚟睇一睇呢个故事。呢、这个故事咧记载喺圣经嘅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咧到34节。呢、这个咧系一个嘅女人嘅故事。如果你有圣经咧，可以打开圣经；如果冇咧，我哋可以睇住个荧光幕咧，我哋一齐嚟读呢一段嘅圣经。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流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站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：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作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各位朋友，你看见吗？当这个女人她伸出她信心的手来到触摸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医治，耶稣的能力就进入她生命的当中。同样的，无论是 Lillian， 无论是金华弟兄都好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生命遇到一个很大很大很难去解决的困难，两夫妻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沟通，甚至连太太都走了，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根本不知道可以怎样去解决。但是呢，当他的生命真的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伸出他信心的手一去触摸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复活的能力就进入到他夫妻的关系里面，整个本来好像已经死了关系就经历那种咸鱼翻身的感觉。哇，今天我见到这位弟兄的时候，心里面非常的兴奋，他站在台上的时候如何的生猛，他可以在这里呢来到去真的抛开他一些大男人的面子，来到向他妻子呢去讲出这些爱的言语，对一个这样的传统的男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进入到他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原来当我们用信心来到触摸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复活的能力，那份的医治，那份的能力就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整个生命都被更新起来，我们就得着医治。无论你的问题有多大，无论你的困难有多大，当你用你的信心伸出你的手去触摸耶稣的时候，一切的困难，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。我们的金华弟兄是这样去经历，我们的 Lillian 姊妹是这样去经历，其实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去经历。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只要你能够遇见耶稣，只要你能够将你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伸出你信心那个的手捉住耶稣，紧紧地捉紧耶稣的时候，一切的困难都可以被改变。连我自己都是这样去经历。我还记得 在2000年的时候，很多人听过我的见证，不过今天有很多新朋友，我还是要再一次要告诉大家，在我的生命里面都是一样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因为做生意去到北韩这个国家，也都不小心卷入了他们的政治斗争的里面，他们将我软禁起来，困住了我3个月的时间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完全好像陷入一个绝望里面一样，因为我完全没办法可以求救，我没办法可以打电话回香港，我没办法可以 send 任何的 fax 啊，或者上不到网，我根本没办法去求救，我就一路被他们困住在那个地方。甚至到最后困住我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
他们就告诉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审判，已经不需要再问任何东西，我们已经决定你一定是间谍来我们的国家套取情报，所以我们要将你判处死刑。我记得在那一晚，我感觉我的人生就好像走到尽头一样，这个困难大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救到我，就好像那个血流的妇人一样，花尽了他一生所有的东西，再没有任何的盼望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我生命里面最黑暗的时候，一道的曙光就在我生命当中出现。在我脑海里面，我突然想起在我读中学的年代开始，我就认识了这位的耶稣，我认识了这位创天造地又真又活的神。只不过当我大学毕业出来社会做事之后，我很忙碌，我就很少回教会，我将我的神摆在一边，我将我这位的耶稣好像摆在我家的书架上面，再没有拎过下来一样。但是在那一晚，我知道我的人生要走向尽头的时候，这一线的曙光就出现，它好像一个光线一样照入我生命的里面。我突然间想起这一位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主，所以我跪在我的床边，就向这一位的神来祷告。我跟他说，耶稣，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事实上从我信主到今日，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只有我对你不住，只有我有时会忘记你，有时会想起你，但你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我跟耶稣说，可能过了今晚，我的人生就走到尽头，但是我心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不甘心，我身边还有很多的朋友，我的家人都未曾认识你，我很想跟他们说你是何等的真实，但我再没有机会了。我跟耶稣说，耶稣，如果你给我恩典，让我能够离开这个地方，让我能够有命再回到香港的话，耶稣，我愿意将我一生都交在你的手里面，我愿意用我余下的所有的生命的每一日来到传讲你的作为，来到去告诉人听你是何等又真又活的神。我非常之感恩的，当我做完这个祈祷之后，神就用了一连串的神迹奇事，2000年到今日2012年，整整12年的时间，每一日我都向神感恩，每一日都是神送给我的礼物。从那一刻开始到今日，我都活在大家的眼前，神的而且确救了我，让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香港，让我可以站在大家的面前。其实神保留我的性命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耶稣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这一切不是只是单单的一个的传说，昔日在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位的耶稣，今日依然在香港这个地方来到行过，今日依然你见到我们这几千人在这里围着做什么，就是要观看耶稣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面对的是什么的问题，可能是你家庭的问题，可能是你事业的问题，可能是仔女的问题，可能你身体上面有疾病的问题，但无论你的问题问题有几大，就好像这个血流了12年的妇女一样，如果你今天愿意用信心去触摸这位的耶稣，我相信只要你伸出你信心的手，耶稣的能力就要进入你生命的当中，你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，你一切的疾病他都能够医治。甚至好像我一样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面对死亡，就站在死亡的边缘里面的时候，世上任何人都帮不到我，甚至连领事馆都救不到我，但一个祷告，神就可以打开那个铁路的大门，让我可以安然的离开这个国家，再次回到香港，回到我爱的人，爱我的人的身边。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想邀请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眯埋我们的眼睛，当我们一起眯埋我们的眼睛的时候，你可以回想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片段，你可以回想在你整个人生走到今日的一个的状况的当中，你是不是只是在艰难当中，你是不是只是在困难当中，又或者你觉得你的人生非常的顺利。无论你的人生是什么的光景，其实我们都需要耶稣。如果你在困难当中，你需要耶稣的神迹，你需要耶稣的能力进入你生命的当中，来到克服，来到去改变这一切的困难。如果你在顺利的当中，你更加需要耶稣，因为就好像我当年一样，我在最顺利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过顷刻之间灾难就临到我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够把握耶稣，有一天当灾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拿什么去面对那个的困难呢？这个女人她的祝福就是，当她遇到这么大的灾病的时候，她遇见耶稣，
所以今日当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紧紧地捉住耶稣，不要让耶稣和我们擦身而过，不要让这个这么大的恩典今天就在我们手指罅当中流走。巴不得今天你都能够认识这位的耶稣，无论你的人生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有多大的问题，耶稣都能够帮助你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当所有人都耷低头眯埋眼的时候，我向大家发出一个的邀请，邀请你今日伸出你信心的双手，你都拥抱，你都捉紧耶稣。我想邀请咧，你到台前的朋友，请你跟住我一句一句的祈祷。我哋透过呢个祈祷咧，将耶稣接喺我哋心里边。之后咧，我会为你哋祈祷，请你眯埋眼，跟住我一句一句的祈祷。其他弟兄姊妹都可以跟住佢哋咧一齐嚟祈祷，请你眯埋眼，跟住我一齐嚟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主耶稣，多谢你。多谢你今日对我的心来说话，多谢你对我的心来说话。我向你承认，我向你承认，我曾经是一个罪人，我曾经是一个罪人。但是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今日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相信你，相信你，接受你，接受你，成为我的救主，成为我的救主，也都做我生命的主宰，也都做我生命的主宰。求主帮助我，求主帮助我，就好像帮助个血漏妇人一样，就好像帮助血漏妇人一样，解决一切的困难，解决一切的困难。我将我的困难，我将我的困难都交到你的手中，都交到你的手中。求你将你的平安，求你将你的平安放在我心里边，放在我心里边，让我哋有力量去面对，让我哋有力量去面对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听我祈祷，听我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今日所决志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。主耶稣，求你将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你将平安浇灌放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。主啊，你让他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主耶稣，你让他们感觉到你的爱在这一刻就进入他们的生命的当中。他们再不是孤单自己一个去面对他们人生的问题。主啊，那是你与他们一起同往。主啊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啊，你要陪伴他们。主啊，你要将力量加添给他们。主啊，让他们带着属天而来的平安面对他们的一切的问题，一切的问题就要从他们生命当中完全的离开，完全的离开。多谢耶稣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为到这么多位决志相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跟你说，你有福了，你有福了，从今天开始，真的，是的。当你相信耶稣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旧事过都变成新的。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要祝福你，你的一切将会完全的不同，因为有神。我会跟我们今天受洗的受浸的弟兄姊妹有少少分享，我都想大家听的，一会大家都会有份的。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么多位受浸的弟兄姊妹，好感恩你哋今日接受浸礼啊！多谢主啊！特别啊 ，Lillian 啊，同埋金华弟兄夫妇啦，你哋一齐嘅分享见证，我哋为你哋嚟感恩，并且让神咧让你哋一个新嘅生命，我哋好开心，为你哋嚟多谢神。我要同大家讲咧，亦都同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讲，浸礼系咩意思咧？浸礼究竟有咩意思咧？个浸礼咧有三重嘅意义嘅喎，吓，请打出嚟，就系、是。浸礼是一个仪式来的，那我们经过这个的仪式呢，其实就有一个三个真实的东西，三样真实的东西会发生在你身上。我想大家知道，你接受浸礼的人，你就一定要相信这个浸礼会带来这个意思。那未接受浸礼的，或者今晚决志的弟兄姊妹，我也都想你知道这个浸礼的意义，也都请你考虑接受这个浸礼的。因为这个浸礼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大的祝福来的。第一，浸礼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与主同葬，即是与耶稣一同埋葬，有一个新生的样式。圣经这样讲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？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当我们接受浸礼，我们是一个新生的样式。我们浸礼一会大家入到去，
个浸池入边。当我哋聘水牧师要同你施洗嘅时候咧，喺水入边，要让啲水咧完全嘅淹没过你嘅全身，表示咧系埋葬咁嘅意思。耶稣基督死咗啦，佢埋葬咗嘛。咁我哋行呢个礼仪咧，就系话你同耶稣基督一齐经历呢一个嘅同葬，所以系要让啲水系淹没过你个头嘅。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嘅名为你施浸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嘅名下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然之后咧，我哋就会将你扶翻起嚟，你从水中咧就出嚟，表示咧从死当中、从埋葬当中出嚟。你就出个水池嘅时候，你就一个新生嘅样式啦。所以呢个礼仪系让我哋与耶稣基督同葬，然之后一同复活，让你一个新生嘅样式，系一个新嘅样式嚟嘅。过呢个新嘅样式就系过去同你老我，即系旧嘅生命啊，嗰个嘅样式系唔同嘅。即系你系以前唔应该做嘅嘢咧，你都去做啊，而家你可以唔去做噶啦。并且完全是一个新的人，这个一个新生的样式。阿门。我盼望我们经历过这个浸礼，你要看你自己就是这样了。过去老我所做的事呢，你不想做的，你可以不做的了。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来的。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，这个第一个意义。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不再作罪的奴仆，其实差不多的。圣经这里这样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。因为以色列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不作罪，再是罪的奴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听罪的说话了。你是他的主人，你跟他讲话，他就要听你了。你不是他的主人，你讲话他可以不听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，那个就是说呢，一个声音经常叫你犯罪了，喐手啦，喐动口啦，或者讲脏话啦，去买六合彩啦，去打牌啦，去做呢样做嗰样啦。你过去咧冇办法拒绝嘅。当你有咁嘅冲动或者嗰个嘅声音咁叫你做嘅时候，你就自然去做噶啦。但系我哋感谢神啊，你浸礼之后，其实你可以唔需要听呢个声音。你佢唔系你个主人嚟嘅，你唔再作罪嘅奴仆。你已经脱离了罪了，阿门。所以这个浸礼就是说你是脱离了罪了，罪不再作你的主人。谁是你的主人？耶稣，阿门。好，这个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我想大家知道是特别宝贵的，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。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呢？过去我们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不好，我又喜欢赌钱，又不开心，是不是？那现在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怎样？向罪是死了，向神是活着。圣经六章十一节这样讲：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哇，今晚我要同大家解释怎样向罪死，向神是活呢？譬如活底改呢，它是代表一个正义属从神而来的声音。另外呢，我又找一个人以诺啊，系以诺上嚟啦。咁以诺咧代表罪啦。咁佢系会同我讲嘢喎。咁即系魔鬼又会同我讲嘢啦，神又会同我讲嘢噶。明唔明啊？我哋系活喺一个灵界当中噶。咁譬如我向罪死嘅时候咧，譬如你叫以诺咧叫我去赌钱啦，去喐手去打佢啦。你讲啊，喐手打佢啦，赌钱好啊。我完全都听唔到，因为死人唔会听嘢噶嘛，系咪？死人听唔到，唔会喐噶，系咪？你再讲咯，你喐手打佢咧，赌钱好啊。死人咧系唔会喐手噶，死人系唔会赌钱噶，死人系唔会回应噶。嗱，呢个叫做向罪死了。我哋咁睇自己，向神咧，我却系活着噶。你又讲一啲好嘅嘢叫我去做啊？锡你太太啊！去传福音。
咁我就去传福音咯吓，所以我而家喺度同你传福音啊，知唔知啊？譬如嗱，唔好打老婆啦。譬如咧，系佢要叫我喐手要打老婆嘅时候咧，咁神叫我唔准喐手，唔准喐，系咪啊？咁我就唔听罪嘅话，我就听神嘅话。咁我唔喐手打老婆，仲锡佢一啖添，啱唔啱啊？明唔明啊？嗱，呢个咧叫做向神活着，即系凡系神要我所做嘅应该做嘅嘢，诶，我都可以做、啊。神要我有爱、有怜悯、有公义，唔好讲粗口啊，我都得嘅、啊，系咪？咁罪要我做咩？我都可以唔做嘅，因为佢又唔系我的主人，我对佢嚟讲我已经死咗，我唔属于佢，明唔明白啊？我盼望我哋今晚所有未信耶稣嘅朋友，同埋今晚接决志相信耶稣嘅朋友，你哋咧都可以一齐嚟接受呢个洗礼。如果今晚咧，你说、啊、我要接受这个洗礼，我想得着的，即是我今天明白这个真理了，我不再、向罪是活着，向神是死的，我要反过来，我要向罪是死的，我不再听罪和魔鬼的声音，我不再被魔鬼控制，我要听神的，我要跟从神，以致我一个新的生命。如果是你相信，你想接受这个浸礼，我邀请你现在就走出来，你现在就走出来，可以上到台上，你走出来，台前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的，你决了志，我邀请你们今晚来接受这个浸礼，让你向罪你不再是活的，向神你却是活着的，我邀请你们现在就到台上来，我请我们同工都帮他们手，在台上弟兄姊妹，好恭喜大家今晚可以经历这个浸礼，用信心经历这个礼仪，这个是圣礼来的，当你经历这个圣礼，你的生命就得着你的信心的果效，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。那我们教会是、有一些的异象是需要大家知道，那大家接受浸礼，你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友来的了，咁所以你成为六一嘅会友咧，我要将我哋教会嘅特色咧话俾大家知吓，就系、是、四样嘢。第一样嘢就系六一教会嘅基因啊，我哋有咩 DNA 咧？我盼望我有，你都有，系咪啊？我哋第一咧就系、是、话，我哋每一个受洗嘅人咧，我哋都要去大使命，有大使命。乜嘢大使命咧？就话我哋要去传福音啊，我哋要使万民作耶稣基督嘅门徒。我哋唔系自己得就祝福嘅喎，你亦都要祝福别人嘅喎，系咪啊？你买到件靓衫，话呢个铺头靓，你都会同你个朋友讲，啊呢个铺头好喎，去嗰度买衫啦，就系咁嘅意思。你蒙福啦，你要为主作见证，去传扬福音，呢个第一。第二咧，你要有大诫命咯，就系要有爱心，用爱心显出你嘅生命啊！你要爱，去爱神啦，爱人啦，你唔再恨嘅。你能够饶恕别人的，能够彼此相爱。第三呢，就是每个人受浸之后都要加入小组。我们同工会同你讲的，就是希望你能够人人入小组，人人带小组。今天你会加入一个小组，我们在小组里面是牧养你。而慢慢你成长之后，你会起来带领小组，你做组长的。你做组长去帮助别人，其实这个是你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来的。那第四呢，就是我们有六一的异象，我们教会的特色是我们会是领受圣灵的能力，还有起来治病赶鬼的。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灵界和物质界，我们用信心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可以去叫人得着医治，还有、去将那些污鬼是赶除出去，正如圣经这么说，圣经所讲的全部都真的，咁我哋都系咁样信，亦都系咁样行，亦都系咁样做。我盼望我哋嘅 DNA 咧，今日你喺呢度接受洗礼咧，你都同样能够得着呢个 DNA。最后咧，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咯。啊，你呢两个问题咧，你要同意咧，我哋先至会同你受洗嘅。啊，好嘛？第一个问题就系你系咪相信耶稣基督系神？你是不是相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？如果你愿意相信的，我请你将手举起来、啊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力的，是啦， OK， 好，感谢神，请放低。第二个问题，
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，跟随他，服侍他呢？如果你愿意的，我请你将手举起来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都是这样相信的了。好，我都见到了，请放低。好，感谢神。你们既然这样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我们就可以和你施洗了。今天是大日子，我们拿起我们的会友信约，我们一起来宣读六一一灵粮堂会友信约，成为六一一灵粮堂的会友，我愿意全城使命，全能宣教，力行圣经，迈向荣耀，被圣灵充满，领受圣灵恩膏，传福音给谦卑的人，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寻求复兴临到香港并全地，信服神话语的权威和教会的权柄，彼此相爱，恩赐运用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，经常参加聚会和祷告，按主所赐的能力为教会及有需要者奉献。我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尽以上的本分。 Amen。好，我们请所有六一一的同工、神学生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去为大家来祷告。如果有油的话，可以、大家拿一些油。我们最主要是宣告祝福，总共有十三位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今天要在我们当中接受洒水礼的。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浸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感谢你流宝血洗净我，感谢你是恩典救赎我，我要在众人前承认你是我主，我决定永远不离开。咁为到前面接受洒水礼嘅弟兄姊妹感恩，接下来我哋进入浸池接受浸礼嘅系李少玲姊妹、李景莹姊妹同埋余美玲姊妹三位嚟。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嘅名为你哋施浸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嘅名下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相信你，我选择我这一辈子，无论是贫或富，无论是高或低，我都要对你说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祈祷。天父爸爸，我们多谢你为到今晚接受浸礼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无论是浸的或者是点水的方式，我们都多谢你。求你亲自施恩与每一个接受浸礼洗礼的人同在，带领他们，让他们进入你为他们所预备一切的丰盛救恩和祝福当中，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神奇的改变，更加似你，更加满有从你而来的荣耀和光芒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亦都将整个的每一个浸礼的受浸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再次奉献给你。我们奉耶稣基督为宣告，我们受浸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完全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忠心于神，顺服于神，我们领受真理，并且行在真理当中。愿神你厚厚赐福给我们，祝福我们，我亦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每一位神的儿女。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让你凡事兴旺，凡事顺利，让你每晚的睡眠都睡得香甜，让你的身体健壮，
让你心思意念常常满足并且喜乐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多谢主。